说明天你在那边。哦。明天在那边。啊，明天我在这。是念经吗？在那边。啊。念经。念经。啊，这个很大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。哦，时间到了，明天念经。好。好。嗯，早上我五点都到楼了。五点钟。五点钟在那边了。五点就要到楼了。啊，平时你你们来的时候，他的八九点、九点、九点、十点来就是时间了。啊，怎么怎么说的呢？你好了，你说的呢？哈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啊，明天我们有时间，我们来看你。嗯，好吧。哦，好的。今天的我多的吗？明天他接我们。嗯，好的啊。嗯，我给你做手术。谢谢谢谢啊，谢谢。OK。好再见再见啊。